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莉。今天凯莉要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，大家，凯莉和玩具朋友们的立体填充粘土画。那现在跟着凯莉一起玩吧。箱子里面有塑料保管袋、立体图案、背景图两张、可移动塑料板块、道具两个、一个收纳盒，最后还有一样。雪花粘土在这个箱子里面。哦，这个鱼缸里面怎么没有鱼呢？这个鱼缸旁边怎么会有一个喂猫还是喂狗的东西？凯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呀，这个是自己设计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放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。真的吗？那凯莉，你快点做给我看吧。行，那你先坐在这边，然后我把鱼缸放在这儿。鱼缸里面应该有什么呢，小凯莉？鱼缸里面当然应该是有鱼，还有草。应该就这两样吧。谁说的？鱼缸里面什么都可以有啊，可以有乌龟，乱七八糟的。那你既然说有鱼的话，那我们先做一条鱼，行吧？好呀。首先呢，我就先把一条鱼给你做出来。一条鱼太孤独了，我们做两条吧。那我们要做鱼的话呢，首先呢就要把颜色给选出来。凯莉还是很喜欢粉色的，所以一定要有粉色，然后蓝色、紫色、浅蓝色哦，小凯莉。然后呢，小凯莉你选一个颜色吧，黄色啊，还有红色。好吧，那黄色我们去挑一个橘黄色，还有一个红色。好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吧。这个怎么可以做一条鱼呢？快告诉我，这不是告诉你吗？那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些都撕开，然后放在这个工具盒里面。好啦，现在呢，我就要开始在上面，开始贴它的颜色。我们先选一个，我们先挖出一点点颜色出来，用这个工具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压开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换一个别的颜色，挑一个浅蓝色。尾巴部分呢，我们就用粉色来给它填上。好啦，现在呢，我的鱼已经完成了。小凯莉，你觉得这个水族箱里面应该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可是光有鱼的话，它们吃什么呀？它们应该给它们一点吃的，你觉得呢？不错哟。那我们给它做一个吃的，这样子它们不会饿着。那做一个什么呢？给它做个饭团吧。这个会不会太大了呀？哎呀，它们那么大，肯定能吃得下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放在旁边。那饭团的话需要白色还有黑色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我们就拿出黑色还有白色。好啦。凯莉，这边还有一个蛋糕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做一个呀？我们现在是在给水族馆上面添置东西，怎么你突然之间要做蛋糕了呢？那好吧，我给你单独做一个。凯莉，我觉得好好玩呀，我可不可以也自己做一下呀？你确定你可以吗？不是我不相信你。哎呀，我可以的，我要自己来。怎么？凯莉，怎么感觉跟你做的不一样呢？哎，算了吧，还是你来吧。我就知道。所以这就是看着简单，自己做起来很难。
小凯琳，这是什么姿势呀？那你的蛋糕也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些什么呢？有鱼了，然后也有他吃的饭了，当然是里面的水草啦。凯琳，你看你笨的。我只是没有反应过来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鱼缸里面的水草啊。对了，顺便做一个小乌龟，然后陪着他们。完成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这几样东西给稍微的晾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它才可以把它撕下来。那我们先等一下，我们一起玩吧。石头剪刀布出演。经过2个小时的漫长等待，现在呢这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完全的做好了。小凯莉，你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前面呀！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好好看呀！那我们现在给镜头前的朋友们看一下怎么样？好的。首先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完成的小鱼，还有里面的水草。那我们现在要把上面的东西摘下来，然后放入我们的水族馆里面。吧嘣，吧嘣，哒哒。朋友们看，是不是现在完成的鱼很好看呢？这是我们之前做的那一面，然后这是反面，是非常平整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要放入我们的水族馆里面去了。咻，放在这儿吧。咕嘟咕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放上我们的水草。一定要小心翼翼地把它撕下来，不然它会掉的。朋友们快看，其实呢这个板是可以推开来的，像这样，哒哒。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水草直接贴在这个里面，看一下效果。朋友们，像这样贴上，然后我们再这样放进去看一下，这样子是不是就形成了 3D 的效果呢？对了，我们还要给鱼喂食物，对不对呀？是的，是的，还有我的蛋糕呢。那现在我们把食物拿过来，喳喳。现在呢，食物也好了，你的蛋糕也好了。那小凯莉，你要把蛋糕给拿走吗？我要拿走。那好吧，先把你的蛋糕撕下来，拿去吧。谢谢凯莉的礼物。那我现在要把这个贴在这个上面，可是好像没有地方贴了耶。那我们还是贴在里面吧。接下来我们放在鱼缸的最上面，这样子可以让小鱼更好的吃得到。是不是这个位置刚好呢？这样小鱼的话它可以游上来吃这个饭团。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乌龟好像没有放进去。怎么办呢？这个乌龟的话，要不然凯莉你就把它放在外面呗，反正乌龟没有水也可以生存的呀。小凯莉你这么聪明，放在外面也可以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那水族箱里面都已经有了这么多东西了，确实也很太窄了，小乌龟在里面也不舒服。那我们先把小乌龟给拿出来，放在最外面吧。那小凯莉，要不然我们给他们买一个更大一点的水族箱吧，我觉得这个有点装不下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好呀好呀。稍等一下，我先吃一块我的蛋糕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快点走吧，快走快走凯莉。小凯莉等等我。由于水族馆的体积太小了，所以这只小乌龟只能在我的头上待着。
那下一次凯莉会带着更好玩的玩具回来。